cosplay 机器人穿个外套就好。哎呦，我家有机器人外套啊，那我就穿机器人外套，然后再戴个机器人头盔。不行啊，我真的不知道 cosplay 要怎么弄哎、欸 真的只是因为李博士在那边呛呛，然后我在那边跟他嘴炮一下而已，而且我一直回一个来啊，然后结果就真的来啊，哈哈哈哈。我在想要不要起鞋子，可是他出鞋子真的是有点烂。好，视讯。哎呀，干嘛一直看视讯啊？靠北，另外一个在那边，我最好是吃得到。啊，起来的。是在挂网？睡着了是不是啊？好，起来。四十二五磅，感觉起来不错。吃，我他妈掌握世界真理啦！我就是放在后面给人家吃的。对呀，啊，有破格刀就好。补比较多，靠腰，他真的是不愿多等哎、欸，性急的孩子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很爱直接吃哎、欸，为
为什么不多等一下下？他干嘛？不是啊，这 AD， 这 AD 为什么不往后闪啊？你往后闪，往后闪比较好。为什么不往后闪啊？他往后闪一定不会死，然后那个葛雷夫会被打残，我还有可能杀掉他。啊，这设计师。啊，他刚刚，应该说往后闪有可能就是两边互相拉掉，可是你往前闪那边你一定换不掉，刚刚那个 take 就是不可能换掉的。没差，还有空道线。欸，靠北为什么没空到？干嘛？我有，我那个。为什么不等久一点啊？我都要跟他讲，等久点补很多，至少两倍。哎，两倍多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等久啊？不能理解。又干嘛啦？啊，在干嘛？为什么啊？啊，没吃到！为什么啊？还想什么啊？不能理解。拉克斯到就他就死了、啊，我操、啊，抽错人！加个法术，哎，不是哦，刚刚对面就六等了，为什么要打？葛雷夫跟露西恩又是不同
六等又是不同世界的角色。Lucy， 我他妈虚弱都已经套到两个技能了，还是会死人。妈也没什么办法。别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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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妈，应该纪念自己。伤害好高、啊，我们差三十滴，干！要纪念自己。跟瑟雷西，瑟雷西出腰带。AD 差太多了，186 AD 欸，我们这边才136欸，妈差了50欸。哇，超难打、欸！你看死哥已经三个头了。大小 ，Why？又送了两个头，干这死哥傻小啊！干，妈，我惊人不了自己，啊，一颗。好啦，干他伤害也太大了吧！哎，爆了，爆了！哇！睡觉。这惊人
有点废。他怎么话可以这么多啊？要打这么多字，在一场游戏中还蛮困难的，还是因为他要被禁言？爱吃肉，死哥上去啦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知道我在这？在吃啦，一个人在那边 solo。死啦！打一个死哥，这开一战，真是一个呵呵哎。咦？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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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真是够妙的。你是说他经验值永远都是20，不会提升的、欸？吃这个小的编钟永远都是20而已。干人家的组合超级大 AOE， 雪球都滚起来了。要打个拦截，拉克斯张飞法穿鞋梦游伤害113 AP，梅迪是阿姨，今天时刻惊人。这块真的是破背的。
队友了。一勾我就被葛雷夫杀了。好，上路 QK。好，下路又 Q 了。哎呀！干，他刚刚是暴击吗？哇！为什么刚刚身上突然冒出一个什么红字暴击之类的？大小啦，这样也爽，是不是？干，你又在靠背这只角色，从头到尾一开始双人线，干，飙上去一换就没事了，哎，傻逼啊！干，这对线又没有想象中那么烂，因为他应该跟露露一样是有伤害的。说这个角色真的是还蛮废的，虽然刚刚双人剑爆比较偏向是直接送头，吃吃吃吃吃吃，再吃再吃，吃吃吃吃吃吃，再吃。噔噔噔噔，看我们两个打他一个还不一定打得赢到的，我只能奶他一口了。哇操！哇操！一个人就先把路线灌死了，打个屁呀、啊！回头啊，下一场会更好。